这个风扇已经完全满足不了我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明明。话说你们买过最贵的风扇有多贵？这几天我在网上搜寻这个风扇，看到一款特别奇葩的风扇，价钱也是贼贵贼贵，但收到货我感觉好小啊，跟电饭煲一样。360球形风扇，开箱一下，这个也就是一个落地风扇，600块钱的价位买5-6个平常一点的风扇完全没问题啊。今天我在看这个风扇到底是怎样个神奇之处啊，敢卖这么贵，这拿出来感觉像一个巨型的灯泡。哇，造型确实挺怪异的，你们就感觉像个啥，我是觉得像个灯泡。你看这两个就像是老式灯泡的那个灯管，这个质感看起来还有摸起来的触感个人感觉还行，不像有些东西卖的贵就做的糙。这是一个底盘，开始我以为是玻璃的，但细看一下是塑料的。如果做成玻璃的质感会更好一些，又不容易刮花，是吧？现在已经有一些划痕了，就这个质感了。哇，这卡上就行了，很简单。拆的话抠下面上面直接可以拔出来。安装特别特别简单，插两下就行了。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两颗螺丝太显眼了，高度的话按这里，这个最高到92，刚好到我的腰。问题来了，我的身高多少？你看，这个是我平常用的特别小的一个风扇，都比它高了。赠送的是一个特别小的这个遥控器，好多隐藏式的按键这个是风内模式的切换，这个、风内模式可以切换自然风ECO 风还有睡眠风。这个一共有12个档位一档就特别的轻微。6、7、11、12，哇，12档贼猛正常的4档、5档的切换，我感觉不出特别大的这个区别我感觉削减到6个档位已经足够了，但我估计这个也是针对那种比较有钱的当然不是说我，我买过来纯粹就是测评。正常我有钱我也不会花600块钱买一个这样的风扇，可能那种人比较敏感一些。反正这用起来我感觉麻烦很多比如现在这个风量有点低，我要调高，我要按很多下。但这个也带这个语音功能的。你好，小球。小球在哪？主人。不要叫我主人了，有点怪。好的，关灯。你好，小球。调到12档，打开12档，感觉不是很聪明的样子。12档风，好的，12档风，1档风，好的，1档风，风量调到12。它这个可能需要特定的这个指令才能去控制它。3档风，好的，它一定要说出完整的几档风，几档风不能多。总之用这个语音功能最好先去背一下这个命令这个最大优势我感觉就是这个摆头了，这个最高可以360度摆头，它有60、90、180、360，它这个并不是按一个顺序，这个360度一直旋转一直旋转，它说到了一个点又返回去旋转一圈，又返回去旋转一圈。这个功能我感觉不拿去夜宵摊里面用就有点浪费它这个头被卡了吗？怎么选的这个摆头功能这个不转呢？重启一下 ，later， 哇，终于又转了这个虽然是有360度旋转的，但是我感觉也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估计有很多粉丝已经发现了，它这个不能仰着斧头普通的话就可以上下调节。别说这个功能还是很有必要的，本身这个高度就一般，比如我站着，它要吹我上半身就吹不到这个还带这个 RGB 灯效的关着灯，现在它头顶白光，这个遥控器也可以切换。哇，这有点上火。这个干嘛搞个绿色的，有点怪蓝光彩光，我感觉这个 RGB 灯效增加你这个房间里面的个氛围感再就是一个定时按键这个就没啥说的。总之这个600块钱的风扇，它这个造型我感觉还是比较潮流相对于传统的风扇。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这个可以360度旋转其他方面像它的这个风量这个噪声的抑制感觉跟普通的风扇差不了太多语音功能一般比较失败。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在下面评论，当然记得点个赞。好了，拜拜。